为什么吃鸡不上线 AN94 步枪呢？以后会上线吗？在吃鸡手游的国际服早就上线了 AN94， 和平精英迟迟不跟进上线。其实关键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属性很平庸。我们就不谈 AN94 现实中的性能，就拿吃鸡手游的国际服里的 AN94 来探讨一下。首先它是 5.56 步枪，伤害和一般的 5.56 步枪一样，射速和 M416 也差不多，所以秒伤就和 M416 差不多，属于中等。然后它的可装配件太少了，只能安装瞄准镜、枪口和弹匣，就和 AKM 是一样的。成长性一般，只适合前中期用用，满配后还是没有 M416 好用，属性太中庸，完全没特色，所以很多人还是更喜欢 M416 等武器。即使和平精英上线，喜欢的人也不多。那么以后会上线吗？小伟认为可能性一半一半吧。刚才也说了，国际服的 AN94 属性很平庸，上线一样属性的 AN94 的话，首先是没新意，玩家不会喜欢。要是上线不一样的，那也就太双标了。而且属性要怎么设置呢？所以光子也在纠结这个事情，上不上线真不好说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